大家好，今天在家里面做羊排吃。这个羊排在我们这边的价格是36.8元一斤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羊排切了。刀不快，拿着。现在这个羊排要过下水。生姜，再放一点料酒下去，八角，然后让它煮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把它捞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切个萝卜，这自家种的萝卜呀，这一个就太多了，切一半，然后把这个萝卜切成块。这个萝卜很好吃的，现在可以啊，可以把这个羊排捞出来。这样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在这个羊排要炒一下，放油，这些香料放上去爆香一下。生抽，再放一点料酒，现在出锅了，放在高压锅里面炖。把萝卜放下去，生姜，接下来就开始炖了，小火炖个一个半小时，现在可以了，炖了一个多小时，先要把气放掉，然后再开锅。现在这个气走完了，开锅了，好香啊！现在要回下锅。再放一点点盐下去，现在出锅了，满满的一大碗，现在开吃了。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周老你好懒哈。这个羊肉啊好辣，不过辣了才有味道啊。很耐力，把舅舅点，都可以在里面点。它这个它的辣味啊，全部在这个羊肉还有萝卜里面去了。不过很过瘾，那个桶还有嘞，家人包回来。